我们在快要到费利家的时候，路上遇到了事故，车子翻了。哎呀，我终于到摩纳了！去年这两路程走了三天三夜呀、啊。是的。老阿弟，真的就是三天三夜。我们哥哥买车来。喝酒到。几分钟就到了。嗯，还有四个小时得到我们家。先睡个好觉。我感觉我都熬老了。哎，要不你趁现在这个功夫先敷个面膜吧，哎、不用保养一下。大家好好要睡一觉，主要是睡一觉，你知道吧？睡个美容觉很重要。贝尔，你困不困？要不要睡觉？今天见到了比比，你会不会哭？见到舅舅抱你会不会哭？今年应该不害怕了啊、哦。到时候给他一个抱抱啊。老李、啊、小蔡，我们去下面吃东西吧，你肚子饿不饿？走吧，别想了，走走走走走，不想了不想了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耶耶鱼，对鱼，吃不吃鱼？嘎嘣脆啊，嘎嘣脆，饿。这是我在国内烧烤店吃啊、嗯、都有翅膀还有脚，把脚都掰完了。小蔡 Hello， 你好你好。哎，这个菲力，这个好丑。No Muzuli No Muzuli Blue Sleep What's that？ 上车了，上车了，上车，啊、快点，快点！哇哦！哎呀，这个灰，这个 Coco Coco Color， 到这边有个中国口味。嗯，这个是全世界通用的口味。现在都亲戚朋友都到我们家了，已经都到你们家了是吧、嗯、哇，那跟中国一样吗？对，已经有到 这他们都很远，来不及啊，必须对提前来。对，现在可以。菲力，奥德彪，奥德彪，曼波又回来了，去年走的这个地方。对，这个桥去年来的时候还在建，还没有建好。是我们去年过来坐的那个大巴车。我们在快要到费利家的时候，路上遇到了事故，车子翻了。车子从这边过来，轮胎打滑。车辆失控，先撞到沟里，然后翻滚了两圈，最终停在这个地方。菲力说他头疼，应该是有点受伤。正好有一个警察从那边路过，就把他们带去医院检查了。我是脖子有点扭伤，但是不是很严重，所以说我留在这边照看一下行李。刚刚菲力在回家的路上，最后十公里的地方，车子侧翻了，还好有惊无险。菲力还有菲尔，小曾哥。还有小浪妹，都还没有事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菲力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拍一个照片，把这个，你们好好检查一下，好好检查一下，不要担心我啊。菲力，医生怎么说？没关系。CT 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、啊。没有问题。嗯，不是，就过了点一点。我看一下。嗯，没有问题。没关系就好。请你的石头落下来。你的斜线呢？菲尔的斜线呢？在车里面。在车里面。嗯。跑得太快了，前面忘记拿了。这种痛。俺现在只能立，没有活物呢。没人来看见，没人来看，这是啊。我也是，没人来看。
不用了，嗯。吃不吃松饼？你还有心情吃松饼？可以啊，等下子就吃一点吧。你吃不吃松饼？味道吧，还能尝到松饼，运气还不错。嗯，好吃啊。这个松饼怎么没有那么辣？这个味道我能接受。好不好吃？哎，坐这个车回去吗？我们有四个人呀、啊，这怎么坐？然后那个，然后他不比较比较吗？再挤一挤。好。哎，这个车坐了八个人没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。挤一挤吧。哦，你妈妈在这里。哦，我哪里？哎，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就是，嗯，给我们发水呗。你掏给我。给我们的。你带你的。这是这个车子现在的一个车况，可能是因为这个轮子爆胎了，所以导致了车子的侧翻。肯定是啊。没带死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上一次在这里车轮子掉了，这一次车轮子爆胎了。你先坐，你先坐我。没事，你先坐。你先坐下，没事，你缓坐。嗯。还没稳呢。他是不是问辣舞？哎，我是谁？我是不是辣舞？我就不是。啥都辣。医生怎么说？没有问题，都没有问题是吧？没有问题。谢谢。心中的万幸。想挂的，你忘了。你说他们。我咳一点，应该不要紧。还好，已经见面了。对，还好。没事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事我不知道，我们老婆怎么给他交代。对你不要说那些，现在人不都好好的嘛，是不是？只要人没事，人没事，小事，啥都没事。你们从中国过来了，你得好好的回去。哎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你看现在我们都好好的嘛。就是的，就是的。我们都一家人嘛，我们都好好的，不要去想那些不好，就是你这里没事啊，破了一个口子，我们都没有事，菲儿也还好好的。以后我们不管干啥，我们都注意安全就好。对，好不好？多小心一点，我们安安全全的再回到国内，对，就好了嘛。啥事也没有，先别哭了，你去休息吧，你休息。你们后面又要这里，快慢慢不要哭，你这样子别喜欢的。